你好啊，是你好，你为什么每次都会忘记啊？你好啊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来香港，来香港来了。只要看着你就好了。我就不好说话。哪里要飞哪？你说什么？有。你是哪里人？Hong Kong。有没有？我一听他讲一句话，我就知道他是香港人。看，我是不是很强？打野。可是你讲的不标准啊！哎、欸，我刚刚听你说一句 Hello， 我就知道你是香港人，我强吗？他不 care， 他不想理你。好吧，他完全不在乎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啊。他觉得你有病。所以那些加赖群的人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加赖群？我他妈不会用 LINE 跟你聊天，你为什么要加 LINE 群？太厉害了！什么？不是啊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啊。那你干嘛占我的位置？那我还花钱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左边一组啊。怎么啦？啊，你就笨。干嘛突然讲这个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、啊。对啊，讨论一下还好吧？为什么不能讨论这个？不是啊，我只是说什么突然讲到这个。没有，我只是好奇 啊！我没有很生气，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，我就生气。哎、欸，那个妈的，阿谦，你前面两个人，我知道，好多人啊！这边有人吗？有人。哦哦哦哦！阿谦大开杀戒。那两个人没枪是不是？可怜，打逼。怎么被我吓哭了？不是啊，哎、欸，我只是想要很认真的跟大家讨论这样子的问题。因为你刚才的口气，我闹很凶，不是全死。哎、欸，这边的全死，全死了，全死了，全死了。OK， 赞，大力赞。对，用不是吧？再杀一个而已。不是很凶啦，这个人有小枪。不是、啊，我想要知道，那这样子你为什么要来加就是群？就是如果说我发了十几次文，好不好？我讲到现在，我至少发了十几次文嘛。那我发了十几次文，那你一次都不来看，那这不是我想要明白这样的意义是什么？譬如说，好，我今天我加了一个商 QR code 可以扫啊，我真小哇、啊。好，假设我今天加了一个商业，没有，这是商业用的群组。然后我是因为想要知道这个商业用的群组，他可能有什么样的资讯，我要第一手，了解，我要知道，所以我加这个群组，那他这样子po一些什么，哦，他可能什么东西在特价，那我就会看呢、啊，不是吗？没错。那如果我今天不看，我干嘛要去加的、啊？因为他们就是爽啊。你不能这样说啊，因为有些人只是想要看你会发哪些东西啊。就是你看，你有时候会发一些照片还是什么，他就想要有，只是想要看这些东西而已。对，所以你不能用这种，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他干嘛来？啊，就是他就是你的粉丝，但是他没时间看看台，或者是他没有习惯看台，那、啊、他就还是想加，不然哟哦哟。那所以我用这个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啊。如果讲实在话。不过你也可以这样想啊，当然。那我想要知道的是，就是我当然是想要造福，就是所有在群组里面的人，这是一定的。当然，你一定可以马上知道很多关于我的东西，好了，譬如来说，关于我的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东西。关于你的歌。关于你的歌。对，然后，但是，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是说，好像我每次。发开台发文或者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，都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而已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你发了一堆，可是来的却就是每次就是那几个人。对啊，当然有来的人，我知道他有加赖群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我完全同意
完全同意这些人加赖群，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看到。那你可以那个啊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投资视为没有什么回收价值，你就可以不要做啊。其实，是这一个月之后就不做了。也不是不做，就是我只是想要聊这件事情，说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改善或者是什么样之类的东西。没有，没办法，没有，完全没办法。妈的，真励志啊，大力！啊，你不是在对象，干嘛抢这边？有人需要那个吗？有人需要这个 SR 的那个快那个吗 ？SR 的这个，我就 SR 了。我没有 SR。这样说好了，我今天有玩 LO， 有玩 Overwatch， 有玩炉石。虽然今天开台了，但是而且还加赖，但是我比起狡辩，我更喜欢加行。原来是加行的关系啊！对啊，就是可能时间上会有比较多人。妈的，为什么这道理？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吸引力？你已经过时了。过气是矿主。对，没错。好吧，没关系啊，不要难过啊，没什么。啊，不是难过、啊，我只是想现在可以随便什么外流、什么影片之类的，你可以就你就红了、啊。我、哦、还要先外流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有人要冲锋装弹吗？现在不是这样红的吗？反正现在你在网上有人有 UMP 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我遇到我跟你说。反正就是随便骂骂人啊，你就可以去什么什么剑狼当实况主啊。哦，好像有点道理耶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就骂骂人嘛，反正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告。啊，大家反而喜欢看你被告罚了钱，干人家订阅你赚更多。那我宁愿被告。啊？哎呀，对啊，要红很简单，只是看你怎么红而已，不是吗？跳窗户一定要同时按了，好吧？看阿仙台每天上班都迟到，我就说了，你要找老板一起啊。不是，好了吧，走了吧，走吧，美容区了，空了。哎、欸，我都没预防好的步枪。哦，你要 M 一六吗？来，来我这边。我不是说刚才就有说，你不是说你要 UMP？ 跟我说，我以为你要 UMP 或 M 一六。来，来我这，来我这。好像这间吧，我记得是这间。耶、yeah. ，对，这间。有吗？有啊，进来二楼最小间的那间。我这栋进来二楼最小间的那间 ，M 一六，八十八够了吧？最小间的。等你们，好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每次那可能要考虑看看是不是要怎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隐藏，没有，我知道，我没有那么容易就那个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是要理性讨论，就是我也只是来到告你，我也只是刚好想到想说，哎、欸，拿出来聊一下，对不对 ？C 开头，头 C 开头的这个比较好，还是那个？就是还是消音，这个长长黑黑的。消音，消音，消音，消音啊！这样啦，主要是其实因为阿仙的群很多都是小朋友，他们很少看 Twitch， 真的很少。我还有多一个消音，谁要？我要，但是你先走吧，我们都已经离开那里了。连安装手机版的可能也没安装。怕观众会误会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看我台的观众，会啦。这些观众都喜欢钓鱼，你还好、啊，你还好啦，你还好啦。他们钓鱼都钓鱼大师了。那现在在讲话那个就是钓鱼哥啊。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嗯，怎么？渔夫啊，钓到一只。小姐，不行。所以你是从哪里看到我的台啊？好奇问问。不行。刚好这个你的群组就是
年龄层比较低，所以比较没有碰 Twitch 啊。你说谁啊？我是李宪哲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谁要 M 4啊？我要 M 4啊，可是我完全什么都没有，配件什么都没有。你在哪里？哪一栋、啊？还是要捡这间这间？我有消音啊。好啊，我可以拿吗？那 M， 你刚才捡的那个 SR 那个可以给我吗？好。你要 SR 什么？我有啊。我有，我是那个。我还有托腮。SKS。艾伦，你先丢那个给我。还有，有人有多个垂直握把吗？没有。啊，可惜，我刚才在帮你捡。哎，我也丢这边了，大力。好。有 UMP 跟我说。你有什么多的东西丢出来，大家来分。你可以先把双，你先把双弹捡起来，你先把双弹捡起来。那个谁？没有 UMP。SR 的那个头 ，SR 的头。大力。哦，我靠，满了哎、欸。可是我的 S 其实蛮烂的，你 SKS 很烂，你不拿，你不拿给我拿，不太会用，给你拿吧。有了，有 UMP 跟我说有，哎，谁要二倍？谁要二倍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子弹太多了，我打不完，我打不完，我就拿目前。有人要二倍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二倍，车车车车，车子车子。但是你现在回去 YouTube 看，一定会比现在多人了、啊。但是智障太多了。240车子，哎、欸，在甩尾是不是？打一个，进、欸、去了。SW 在哪边？我这边三下。好、啊，左手边，左手边这间房子。有左边有一只。欸、他也在射我哎、欸！倒了倒了倒了！你把他击倒了吗？对，击倒了击倒了。右边开门，车子车子。出来了，他要去救他。他先他要去左边了。他去救他。你们看着、啊。那个艾伦，你往左边走，你往左边。对啊。压制他们。包他们包他们。好。对对对。我在这边看，我在这边。小心。房子左边，艾伦往你那边射。不看，啊，我倒了。他们一直往左边走，你们要过来，你们要过来这里，他们的树后。有，他来帮你，他去帮你。应该是说观众群以及时间点的关系，波浪图而阿金开台比较偏，半夜有的上班族明天要上班，波浪图然后小孩子偶像会在看。嗯嗯嗯。还有人，还有人。房子里，房子里，房里面，房里面。谁光？谁光？炸弹！炸弹！炸弹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有762哦，你捡。他们有 UMP 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注意看的、欸，这有 AK 那个步枪双弹 SCAR。我捡，我捡。这个我把捡起来。树后一只。没有，我刚刚是怕那个栅栏有人哦，所以我一直在打栅栏。这里有个四倍镜，有人要四倍镜吗？我捡一下。UMP 没有哎、欸，这里有 M16， 没有 UMP。138子弹有没有 ？UMP 在这，艾伦。我要，我要。啊、房子里。啊，房子里有 UMP 是不是？好，你等一下去捡 UMP， 这里有9厘米的子弹。啊，四倍镜，我先，是我捡不起来了，我帮忙买了。我捡，等一下、喔。我捡吧，你进来捡那个。大力，你说你那一间是不是？进来捡 UMP， 我去捡镜。啊，镜在我这边，镜在我这边。等一下，你说 UMP 在哪里？里面，这里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二级。进来房子，我分东西给你们。
OK，OK。我捡到，我有人缺饮料吗？我这边丢五罐出来。有人没大补吗？要轮他们拿吧。我一个。至少自己身上都有一哦，我留一而已。我把四倍丢出来了，我把四倍丢出来了。大力，你有捡到吗？有，我有捡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赶快，赶快。Handgun 是什么啊 ？Handgun 是什么啊？手枪，手枪，手枪。有人缺大补吗？艾伦，你换好了没？我一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艾伦，你有缺饮料吗？这有两罐，你不要玩，拿起来了。哪里有两罐？你有缺饮料吗？你缺不缺？你先，我问，我不知道你缺不缺。有，我缺。这里，走过来这里。上车。好好。车剩一半哦。我因为我刚好打。你说有吗？有人要那个吗？那不是油，不用，我们不用开车吧？有一直靠他，不用开车吧？不用开，这离圈那么近，我们慢慢往中间打就好了。有人缺大补吗？有人缺大补吗？哎，那你给我一个，我还有一个，我二，你给我，你丢在路上。我拿。我要。好呀。你有吗？这里还有个，我全部都送给你们了，无私的分享哎、欸。再捡一把 SR 就强。庄园。嗯。外面没开。嗯、而这么好的地方，通常不知道，我还在看。嗯，感谢大大无私分享。有人要二级亏吗？二级亏哦，我有了。我们都有了，我们都是二级亏。嗯，大力小心哦！一起收，以防被秒杀。应该没人，这里有大笔。好，我们把这边收完吧，我们赶快把这边收完，这里没人。应该啊，我现在三层，目前东西都在。嗯。什么事？要狙击的味道。这里有一把 UMP， 有人要吗？我不用。不用。哇，一讲狙击就你知道吗？喷出了什么？卡。干嘛 ？VSS， 靠背。这里还有一个那个是叫什么？大力，你那边看得到空投吗？弹夹。没喷啊！看到了。好了，我们要集合喽。好。快说完了。嗯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先离开。庄园不太好守，洞太多了。所以大家觉得开台时间太晚了吗？今天为了赶一只影，应该是吧？会吗？我真的觉得还好。其实我是想要让一些晚上会看台的人进来，所以我才会开比较晚。我是说实话。谁要需要多的556？有这样，我这间楼上有，而且有两只 M116，有缺吗？应该可以缺吧。不用，我就车。
靠近，靠近。S 一方向，停咯。一二零，停咯。一二零停车了。W。他停在高的那一栋吗？这里看不到。不太知道他停在哪里，麻烦。我躲进去了。先集合一点吧。看不到人，这样他们打我们屁股，要麻要麻烦，要先把他们收掉。我先，对啊，我先在这边等。你刚说 W 有人是不是？好，看到看到 W 屋顶 ，W 屋顶，干两三个。嗯，没有，不要理一方向。好 ，W 的屋顶有两三个。我去。对角的 S 一，他往另外，另外一边也在打，大家都在这。二五五方向那个屋顶二楼有人，哎、欸，边界要来喽，你们要动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先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我们要先离开他们中间，不然我们会被夹击。这里有石头可以躲。我去躲前面的。他们等下都要出来，他们等下都要出来。我们从后面出来，会从这里。我这。对对对，我们靠大力这边。靠我这边可以打他们。对对对，反正这边很平。我们先。这里有个凹，这里有个凹，这里有个凹。哎、欸，那个打到我们，而且右手边那个打不开那个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暂时不管他。我们要先把看到了，再射我。在打了，在打了。在哪里？拉一下，再拉，再拉到安全的。那个，我们确定。我们旁边是不是有？我们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边界的那边人在打。一六五。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靠！那个房子里面也有人。NW 房子里面有哇哇 ，S 方向的人在哪里啊？前面的那一栋也有人，黄点有人，好，看不到那边的人，黄点是消音哦，看他打到我。狂打我、欸！啊！干干干！没事，我们这边还 OK， 还行。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反击。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慢慢来。他们等一下都要出来的。特制，他们开车，哪里？女主开车。哎、欸，艾伦动了，艾伦动，动起来。我知道。SW 吉普车。黄点有人是不是？被打了。黄点有人。他们在打，黄点也在看枪。他是被打。我没空，我先看屁股。什么屁股都没有人跑出来，蛮方便。黄点拿起来，他怎么冲？我冲进去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去走。我这我这。哎、欸，小心，远处在狙，先贴先贴。我炸死人了。先贴，先贴。好。OK， 有看到。
上面上面，我们手榴弹丢上去。那个最多只能打一遍而已。我们可以开走他们的车哎、欸。要吗？因为我们跑过去会被打。不打吗？要不要打？还要吗？剩几个我不知道。没有。哎、欸，头上，你头上，你头上，你头上。因为这样子我们跑的话就会被打，我觉得开车然后扔枪，对方马上开始。好、啊，那走啊。啊，快来。转圈，来。上车！我上了，我上！走！哎、欸，他等一下，等一下补一下。漂亮！因为我们只能看这边太空了。嗯。哇，这边有人，转边有人吗？有吗？有，一定有。就是这件件。有。哎、欸，不要，但不要这样卡、啊，为什么这样卡的？我要走这边呢。得拍卖给你。没人。你们有五六吗？哦，嗯。艾伦给你。我给你。他在另外一边，我在另外一边在打。我在看。大理那边在、欸，你们安全，我等下我帮你们，我从另外一边帮你们打。SW 有一只狙，屋顶有卡，嗯，屋顶有卡，那我感觉哦，我看得到哎、欸，要打吗？看到他，看得到，哎、欸，他敢插一下，还是、欸、你怎么不先让我打？打他三下都中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艾伦，你看那个120方向，105120，有一个空投在那个方向，那个山坡。应该会有人。可是感觉他已经被捡很久了，就是烟都没了。倒一个，医院倒一个，医院倒一个 ，SW 医院倒一个。不是重点，不是、那個、重点不是空投，重点是人。我可以帮你们，我可以帮你们顾你们的 N 一跟 NW 这边。再看一跟 S 一。然后后面的麦田，我可以帮你们看。屋顶那个没打死，对不对？就那个啊，击倒啊，怎么可能打死？他打死就掉下去了，他就那个啦。是你在射吗？消音是你在射吗？不是我，消音是他，我没有消音。没有，他们楼下有人，他们楼下有人。那边有人，有。好。S， 他刚才在射，他刚才在射。不是，是谁在射？我看到了，树后，树后倒，树后倒。倒几倒？哎，有个跳下来了，那个跳下来了，病院的跳下来了。我后面有人，我帮你看。这里，我旁边。我没有看到、啊，我旁边，我没看到、啊。我看到了。啊，进去。拍谁？没事。还有个在射。他还有。这个人到底在哪里？他们那个人一直在射尸体。帮我看我这栋床，我右手边，你的左边。我们这边很安全，躲这边就对了。那个195方向应该有一组，他们刚好开车。
会打。195的吗？山坡上的，山坡上的。山坡上。有。不是不是，我在打你们山坡上左边那个山坡。对啊对啊对啊，边左边、就是、树的左边吗？玉吉一直在打那边树的左边。好 ，OK， 艾伦小心哦。嗯。嗯，靠近你的吗？是靠近你的人吗？是另外一组的。圈五秒，说说。哎、就说我们这边。我知道。他们等下全部都要靠过来。对。我断后，我断后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两个，150。看到了。165，两个。死光，这里这里，我看到了，靠腰，来了，我们要走，等等，这里我这里两个，我这里两个，我这里一个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，这里剩一，我这里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你们手榴弹在我前面，我这个围墙后面，来我来，看我怎么跳不上去。还有个，还有个。Nice， 慢慢打，慢慢打。Hello。哎呀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这最后一个，把他收了，把他收了。啊干！我靠，他拿那个啦，他是那个叫什么枪啊？他那个叫什么枪？那等下慢慢。他叫。不急。分子啊。对对对对。去收他。他救他朋友，他两个朋友。欸、没有、啊，他没有死，他没有死了、哦，白色。啊，喷子打死他啦！干，给、欸、他直接穿过那个车好打。对啊，他可以穿过车。好扯哦。啊，他把反赢，吊赢。好扯哦，我觉得我们刚才有点幸运。我所有杀的人都在这里解决的。我三杀都在这里杀的。三欧。阿吉，你的想摸我的房间，笑死！哎、欸，结束了，拜拜。